Hello，回来大四同学，白同学要继续进站。我们今天要来组这个机油帮谱的部分，加就是我的线上顾问团，你安怎样？直播并行，然后高清拍摄，直播像在看马赛克，有距离的高清角度哦，非常清晰。全世界只有白同学首创，不要学，废话不多说，一起组装去哦。然后我们要安装这个机油帮谱的部分，我们先来做个基本的简介一下哈，伊这个哦，它的作用是啥？伊这么雷群有滴只滴滴啪滴滴啪，然后它这个就是这个哦。我当初咧拆电盘群内底，只有一支插销，还有这个一个拍轻个一个透明哦，加它就是这样穿过去。然后穿过去之后，就是要唱歌，穿过雨巷，穿过门面巷，哒哒哒哒哒。你知道，伊就是内部对灯弄过，然后之后上面那个哦垫片再把它扣上去，扣上去高起来得啊。但是因为哈、哦，我们今天的话在做的时候哦，速度会加快，所以哦，我们这边直接哦，这红云车的老板直接是寄了这个全新的机油帮谱给我。哦啊，全新的它就是来就这个样子啊，好、哦，所以就整起来呢。啊，这个部分哦，伊这有凹损的啥？因为我买啊，这个部分我起啊对好啊，这是免对，我等一下安装直接直上哦，这样会比较快哦。然后接下来它的垫片啊，这是垫片顶盖两年前先进车的上回给上我一台，没想到用到了，掌声鼓励鼓励哈、哦。这就是来对诶，机油帮谱的垫片，我们把它撕开一下，好。一块啊，这内底就无人咧拍鼓啊啦。但是呢，以我的想法，有拍无拍，拢基础啦，你知道？啊，但是卖拍啦，因为啥物拢拍，当时也伤夸张了。啊，这倒正平，哎呦，等下这倒正平，哎呦，哎呦，来，我先看者，来导播近一点，倒正平的部分。所以你看，别人在咧拍片，镜头是伫头前，你知道？真啊，袂输咧抽水。所以你倒正片，我先看者。伊即马安尼入去，入去之后，哎呦，这个是到底缺口啊？我知，缺口向螺丝。啊，但是即马唔知是安尼还是安尼，安尼袂使，哦，安尼袂使嘛。啊，即马你搁安尼，安尼，所以它应该是这样子，所以它。照道理转进去的时候这样子，啊，这么螺旋，所以啊，本来不是用这个油坑是要创啊，我这個油坑安尼，所以它等一下这一块是这样啊，安尼套进去，这足巧诶！我讲这进站真有够巧，甲掌声鼓励鼓励。我讲这设计师真足厉害，他就完全把那个防呆，他就把它防好了。你看，所以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装进去的时候，这一个我们可以先进去，好、哦，安尼，好来开始装啊。哦，这样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有巧哦，好，好之后我们要来安装这个齿轮哦。啊，这齿轮我们刚刚有跟同学说，一共卖去用垫片胶啊，这块多少已经有对好啊。哦，对好的部分就是这边对这边，这边对对这边，这看门口底下谁哦。那我们就很简单的就直接放进去而已呢。啊，我故意改转这两坑了啥，方便等一下锁螺丝啊，这个等门口拆起来哦。来，我们。来放进去的哦，好、哦，我加加什么都要对加，还有我们再敲，有者敲刷敲，按落来呢，看我落，好敲刷敲，好放大，这出名就敲刷敲，然后这个我也是习惯哦，用那个少许的哦螺丝胶。啊，因为我今仔讲迄内底唔知去有灵异无，啊，这物件就是啥，也是一样吼、哦，不要学，哦，这是我家己迄条，啊，但是你若用了油道，唔知塌了嘛，唔知影，哦，应该是还好啦，伊洒了没洒掉，啊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大概哦，轻轻的抹一下就好了，啊，这个真的不要学啊，轻轻的啊、哦，因为我对十二螺丝，我刚刚讲锁起来，我有一种惊锁无到安种感觉。要赢哦！白同学在煮这个，刚好就是感冒，小感冒，但是
迄个啥鼻子过敏，所以会一直在那边，迄个底下咧，请同学见谅哦。所以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啊，这按就好啊，好，换一下姿势咧，安尼试下，照这个临场感。嗯，来，你姓什么？我姓林，名长感哦，临场感好，然后。我姓本，哦，什么本多忠胜呀？哦，这个日本人不错哦，股票大师之本多忠胜，来，呵，呵 ，OK， 好，然后我们这样大概就是这样就好了。哦，你来欢乐威，你可以大概哦，这个哦电盘套进去测试运转一下。然后后来这个我们记得拿出来了，因为这是顶一组机油泵配的不好啊，哦，这个部分拿掉，然后我们这样哦可以把它放进去啊，这 speed 的部分哦就对好，啊这外靠这就是 speed 的方向，所以我呢在用的时候，我在设想的给做好套呀，我们这样来测试运转看看顺不顺。这基本上这是袂安怎，但是我是感觉咱咧装这是啥？它泡开了者哦，它转压的哦，这样转，我也是把它转到正时到顶的时候，哦，回我上轻的那时阵呢，四星程是两次哦，一次动力的哦。我们来看这边，好 ，OK， 这对的，多的这所在，安尼，好 ，OK， 好，好拿出来，还是成功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这个盖子要上去了。盖子上去之后，我们这边哦，用这个这、那个火影吹老板夹来迄种，这是白洞的哦，夹好迄种细路哦。啊，这个在装的时候，因为它曲轴的话，它是油漆是这样出来，所以不是这个方向，所以你得倒进去哦，不是这样哦，它是这样子哦。啊，以这个部分外机这個，我们也是一样哦，把它抹一些哦。黄油就是英国牛油啦，我来甲抹者，啊，等一下，顺顺的把它滑进去应该是安尼的，我会记这用手滴就滴落来，这个无什么技术性啊，有无？对啊，滑到底啊！有没有滑到底？有了，老公滑到底了。啊，你也惊老公无滑到底，你对边啊，搁个老公辅助者，知道？有的时候老公没有办法滑雪顺利的滑到底，你要先用手把老公握着。老公可以向前冲了，好。啊，不然滑雪也滑出去呀，老公。你又滑出去了，嗯，我第一次滑雪，我知道啊，好，滑到底就好了，哦，这是老公滑雪。接下来这个装好之后，要来装这个，然后这个装的时候，内底这个垫片哈，我们线上的顾问团他们说，哦，就是干式直接上去，你也不用去用一些那奇奇怪怪的东西，就是搭搭的好啊，哦，哦，生活去干湿分离安尼。来，进来，这个应该是这块先进去的，哦，这得行李。哎，我刚刚开始有一种要成功的脚步啊呢，注意哦，无受挡住哦。啊，这人讲卖怕高啊，因为我家感觉有道在这边跑哦，你如果万一有跑一些那个啥一挂物件落，你有道台因为结衰啦。所以这个部分要很注意。好，再来，哦，再来这个部分的话，进站上高楼就是这个所在。啊，但是吼，跟同学评估之后，你若怕规咧呢，这个以后要拉可能会拉不起来，会踩到烂脚脸。所以哦，经由线上同学们经验交流之后，他说这个部分你也当改这条哦，怕薄薄啊，安尼就好啊。哦，我是觉得这个可以。哦，一薄薄啊，你在拉扯的时候也是会非常好拉。就没有影响到，而且它的气密度会非常好。啊，你若是讲是规连大连的队伍哦，
有可能会交汇太多。哦，大条树林，薄薄的好，卖伤济哦，再来。好，瞬间好了之后，哦，就很均匀的一点点，再来，好，我们就这样，哦，从这边把它套上去，应该是对这边靠头了，哦，安尼个套起哩，就这样。我现在美术咧倒一脸皮的，哦，倒脸皮这样好，然后首先擦干净，好，洗下给之后就这样。哦，那我们大概解说一下，这个你如果说真的很有自信的话，你也当用足薄足薄的迄个啥，一些胶把它弄起来，但是伊的风险是啥，你也可以挤出来有无？你挤出去的时候，底来底肌肉帮补拍起去，油道先惊会掉的啊。哦，啊，但是你若讲你无拍起来讲，它密合度如果很差的时候，也造成迄个啥，伊迄个肌肉泵不拍开全，也内漏啦，啊内漏变成底内底拢转油啦，哦，这是我家己的想法啦，啊，但是它外面有去封住，应该是还好，好，那我们要直上了哦，好，要起嚟啊，应该是啦，搁看者，应该无欠什么零件啦，这个所在抹一下油嘞，这个稍微抹一下，因为我刚才拄啊落的时阵哦，湿都湿哦，这个部分惊等下咧倒的无好倒。我这个哦，你就是稍微这样塞进去之后。这个用螺丝，哦，两长一短的螺丝，哦，从这边塞进去，把它压进去。这支那太长，这支不对。好，不要紧，我们先用，哦，梯杆，先把它拉进去再讲。然后倒倒个钉嘞，有无？别落安尼，用别的。这颗螺丝不对，先换掉。瞬间，我们把它拉出来。因为你甲看，你就知道，伊伤过深牙哩，啊，伤深牙的部分，你如果说你到时候转进去的时候，伊牙变伤深，啊，伤深了，你装落去哦，你就会觉得会非常之不利拉手。哦，然后你仔细看，等一下我们用逼的把它逼进去哦。用别的在安装是最好安装的，然后最主要你也是要看这一边哦，这个所在伊遐是咪较翘哦，哦再较翘时，你就可以用这个塑胶铁锤大概给它丢一下，哦安尼较袂加固定。所以这个你看是简单，你这个在安装你要非常注意哦，无伊加固定，你就会不利拉手的哦，好不？到底了，到底了，好，快点，好，到底之后哦，最后胶锤再伺候一下，感谢金童力老板赞助。好，啊，即马就通调安啊。这个部分正个就免螺丝胶啊，唔免遐起笑啦，你知道？我是做啥物无啊？但我感觉有那些人笑笑一个程度就好诶。有水无？非常利落，对不对？来看个特写，看平面有没有全部吃进去。来哦，特写哦。好，安尼，这个部分。哦，这基本上三粒拢落就正常啊。啊，最后是这个所在，因为这个所在我较早咧听先哦，这个所在做够胶夹。哦，有的时候它没有进去，伊还消消，但是收个胶基本上它就进去了。啊，这甲趴起来，啊，尾后壁诶，
电盘线做做起就好了呢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个电盘啊，塞入莫达的部分，我们就是哈、哦、下一集我们在电器的部分再整个把它直上。谢谢大家，再会，拜拜！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反复观看，谢谢。一样进站顾问团们，把它收入在二来，自由帮补哦，看者哦，二来二阿汉哦，来阿汉同学盛宅哦，来啊，其他上面有刷的部分，我你要多啊刷到自由帮补，我跟我怎样的啊，这个就是哦，有跟上的同学，哎、啊，因为我的直播群哦，有些东西我看不到哦。我的用吼 LM 同学毛起来哦，好来，好一听过来，好 OK， 感谢大家，好，欸，全部有收入进去了，谢谢收看，继续挑战，来老车无力综合汽油精加进去，多功能一次搞定，大瓶装500毫升，对应70公升，给他赞了，下单影片下方，一瓶只要330，三瓶一起带最划算，下单为支持房东姐，谢谢。